所有的贵宾，我们今天的开幕点灯记者会就要在1分钟之后就要开始了。再次邀请，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台北庆和馆醒狮团。
We'll be right back.
好的，在我们的场域的后方，我们也马上要欢迎到我们的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蒋市长已经缓缓的要移动到我们的场域的中央。那各位贵宾，我们再稍等一下。 现场贵宾朋友们再一次感谢大家莅临。刚才我们靠着精彩演出呢，我们再一次谢谢台北庆和馆醒狮团，那带来真的是气势磅礴演出，而且呢还增加一些互动的桥段，让一些国外的贵宾呢能够更深的感受到今年正好是龙年，我们借由这个 Dragon Dance and Lion Dance 来感受这新年的气氛。当然呢，现在还有在线上也一起加入我们的朋友们，在今天重要时刻当中，我要与大家一起来见证这重要时刻，因为2024台北灯节即将要正式的点亮了。是的，我相信大家非常期待这一刻，也非常感谢所有的与会贵宾一同的参与，一起来见证这个发光发热的时刻。 相信呢，大家都是跟Terry一样啊，非常非常的兴奋，也跟明珠一样，是不是？在这个呼应这个龙年的同时啊，我们特别选在台北市的大溪区，要来跟大家一同共襄盛举。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移动到我们的场域正后方，掌声欢迎我们的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蒋市长来到会场，掌声欢迎。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aipei City Mayor Mr. Zhang. Welcome, join us. Today, 有许多驻华的使节、大使，还有各位代表，台北市政府李思川副市长、林怡华副市长，以及台北市议会吴志刚议员、郭章议员、秦惠珠议员，还有市府各局处首长，还有年代一电视余超威总经理，在地的各位里长、各个赞助厂商、企业代表。 以及我们商圈各理事长、洪文和总会长，以及各位媒体朋友，最重要所有的亲爱市民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新年快乐，很开心，今天是我们台北灯节正式点灯开幕的日子，下个星期六就是元宵节，俗称的 小过年，所以是农历春节最后一天之后，我们将迎来春天的到来以及第一次的月圆，所以是花好月圆、阖家庆团圆的幸福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安排灯节的点灯。 也谢谢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真的，今天天气太棒了。我刚刚还问林副市长还有王秋冬局长，哇，
如果今天下雨，我们真的不知道哦，这个会有多少市民朋友来。但是看到这么多亲爱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非常的感动。其实今年的灯节，我们特别选在西区，也就是从西门町商圈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其实沿路有非常多漂亮、精彩、丰富的灯饰。那我们之所以选在西区，去年在东区我们有了大巨蛋，成为台北的新地标，台北市民的骄傲。那灯节我们选在西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带来许多的商机，也活络地方的经济。今年我们灯节规划三大展区，我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包括我们西门展区这边有我们的主灯，有传统的以及现代的设计。沿着中华路两边，我们还有在地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友好展区，也就是许多国际城市他们灯饰的作品都在友好区展出，非常的漂亮精彩。到了北门，各位朋友，入夜之后天色稍微昏暗，我们就会有光雕灯光的投影，非常精彩炫目。而且大家拿出手机朝着北门光雕荧幕上的 QR code 扫，你可以写下你的祝福和希望，就会投射在北门上面，好，非常非常的有趣。另一方面，我们今年台北灯节展期也有别于过去，大概只有8到10天，今年我特别拉长1个月，所以一路到3月3号这段期间，欢迎所有朋友携家带眷都可以来欣赏非常精彩的台北灯节。另外，我们也结合在地的商圈店家，所以让所有的市民来到这边逛逛，看看灯饰，同时也来这边品尝美食小吃。最后也在这边向大家宣传，今年是台北市建成140周年，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灯饰展出，呈现台北市是一座历史悠久，同样也是多元包容而且创新的城市。另外，今天2月17号也是明年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正式报名的起跑日，所以也请所有的好朋友，只要年满30岁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就有机会参与国际一级的赛事，可能你可以跟国际知名的前职业选手或是奥运选手一起竞赛，所以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报名世壮运。最后当然还是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一切顺心，龙年行大运，也要再次的感谢今天所有参与的驻华使节，所有国际的友人，以及谢谢我们在地的里长、商圈还有议会的支持，让我们今天台北灯节点灯仪式可以非常圆满顺利。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平安顺心，谢谢。谢谢景市长在台上为我们留步。因为市长今天有相当多的国外的贵宾，我稍微为市长刚才的致辞呢翻译，能够让国外的贵宾能够更多的了解。Thank you so much again for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esteemed members of media. Good evening. Thank you so much. Today is the 2024 Taipei Lantern Festival, which is Flying Dragon Light City officially launche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nd this year, we have sets crafted by local art groups and calligraphy artistic and illustration artists, business groups and sister cities and local schools. And altogether, we have 123 decoration and lantern sets. Altogether, we combine with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concepts. We hope it can bring more joyous memory to our citizens and all our domestic and foreign tourists.
today is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s the opening of registration of World Masters Games of 2025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So let's turn overindulgence during the new year into catalyst for good health through exercise. On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is year also marks the 14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Taipei. So we aspired for Taipei to continue its journey towards becoming the capital of hope for sustainability and inclusion this year. Finally, I wish you a good luck and a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哎呦，安江哦！没想到我们的这个民族啊，客家话讲得特别好，是不是？这个也讲得特别的棒。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点灯仪式，我们要邀请几位贵宾一同上台，跟蒋市长一起来进行我们的点灯。那我们要邀请的是刚刚的吴志刚、吴一座，还有我们秦慧珠秦议员、郭兆炎郭议员，来劳驾三位一座，还有我们王局长、王局长，好，观光局局长王清东王局长，还有副市长。我们林副市长，林副市长，来劳驾移动您的脚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 our ambassador from foreign countries. Let's welcome Ambassador of Police, Dr. Candace Augustinus.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Second, let's welcome Mr. Bekanivu Panu, ambassador from Tuvalu. Finally, let's welcome Ambassador of St. Christopher and Nevis, Mr. Donya Lennox Francis. Welcome.好，劳驾移动您的脚步。好，待会主持人 Terry 我会现场倒数五秒钟之后，邀请现场以及蒋市长、台上所有的贵宾、线上的好朋友们，我们开始进行点灯的仪式。在劳驾，麻烦在蒋市长左手边的贵宾举起你的左手，左手，左手。Left hand， 在我们市长的右手边议座，举起您的右手，我们往这个象征启动仪式的龙珠 Dragon Ball。我们待会呢 ，Final Countdown Five Seconds， 我们把手一起。OK， 好，那我们就一起倒数五秒之后，把手放在我们的启动龙珠上面，一起来启动今天的仪式。好，稍微移动一下您的脚步，记者朋友们，线上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准备一起倒数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是两只鲤鱼哦，它们相互呼应的呢，是代表。
台上的长官贵宾帮我们留步哦，我们稍微留步一下下。刚才呢提到这个主灯秀呢，要跟大家再次说明，因为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3月3号，每天晚上6点到10点30分钟就会展演一次哦。刚才市长也特别帮我们提到，今年也是2025年的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开始报名了，只要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参与。我们是不是有请工作同仁能够帮我们一边递上手拿牌给我们长官呢？是的，那 Terry 这边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哦，我们市壮运有一系列的活动，那也欢迎大家到台北市的各区的这个运动中心跟立牌拍照打卡上传，哎，你有机会有可能抽中 Apple Watch。当然，如果你有参加呢，我。